在天气方面，今天台湾各地大致上是晴到多云的天气，只有东半部有零星短暂雨。在温度方面，由于持续受到东南风的吹拂，白天依旧舒适温暖，各地高温普遍可以来到25、26度，大台北及南部地区则可以来到28、29度。不过各地清晨及夜间还是偏凉，日夜温差大，请民众适时的调整衣着。预计这样的天气形态将持续到明天周四周五，受到锋面接近及通过影响，降雨几率提高，西半部及东北部地区将转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，华东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。